爸汽车小峰，今天介绍这一台2011年现代 i3-35。OK， 好，这台呢，它的轮胎是配2560RT7。轮胎呢都还有整合器哦。OK， 那这台车呢，它的空间非常大，它的椅子呢也可以做六四分离的前导。然后呢，我们备胎啊，还有这一个后车厢的配件都有配给你们。好，那车内的部分呢，它的车内的空间也是有 SUV 的尺寸以上。再来的话，我们也有这个电动调节座椅。然后呢，我们还有一个方向盘快控，就是说呢，它的定速跟音响的控制都可以在方向盘上面做快速的使用。再来的话，我们这台里程实跑11万公里，非常的少，车况非常的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到中控的部分，它呢，它有一个导航的系统，然后蓝牙的音乐音响都有，倒车显影也都有。在我们下面的部分呢，它有一个循迹防滑系统跟陡坡缓降辅助系统，搭配着双区恒温空调，然后呢，它有一个六速手自排的变速箱。这台呢，它的轮胎搭载2.5升的汽油引擎，然后呢，它马力是166匹马力，原厂贴纸也都还在，保证无事故无泡水。有兴趣的话，欢迎来电预约赏车。实在就是 SUM。